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今天一块来玩的游戏呢，让弯弯说，我不认识。啊，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啊？社长知道，他告诉我的。Pumaybe Game 那个 Party。啊，好啊，就这么叫了，这么叫了啊，就这么叫了啊。那就、然后我们从我到右是社长弯弯啊，弯弯的父亲和我 ，Ready。哦，这种游戏，哇靠！我跟你讲，这种关卡，我以前玩那个 Party Panic， 这种关卡我就没有输过。我跟你讲，这种关卡一定冲锋第一，因为冲锋是主机。这种关卡、我从来都没有输。冲锋是飞了。哎、没事，他居然还有。他能躲。哇，这个后面那个车怎么躲呀、太多了吧。哇，这个怎么躲呀、神经病啊，这个又是。我知道跟在别人背后，别人死的车位不见。哦，还有这种说法吗？是。啊，屁嘞，那个车碾死了我们俩好吗？我骗你的脸信。车双杀。哇，我真的是。坦克。信咱。我信错了你嘞，信错了你嘞！我才24分嘞，怎么回事嘞？这段剪掉了啦！没事，我觉得我还行。这种游戏我都没有输过的，我还是不要说这种话。很传统的飞机竞速嘛。哎，他居然是转向了！我知道了。我会了。我看到听到有人。哎，哦，他的左右转向是这样转的。这个要稳。是怎的难受啊！我。是我的天、我咋没赶脚呢、闭上你的 JJ 哎呀哎不该多嘴的哦耶操作有点别扭啊哦耶后拉上升前推下降、这是真实飞机的游戏这个操作好吗是啊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可能是云哥不是我啊，我应该是后面啊。有可能我前面有一个人在疯狂的往前穿。哎，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的黄？啊，你呗，那就是我了。那为什么弯弯会说他只要在你前面？哎，我这是我死了。那我是在谁前面、因为我扣了他一圈了，是这样的啊？这样子的吗？不可能吧？啊，闹了半天，弯弯最后一个。哎、不，应该是我最后吧。哎呀，我第二圈没。应该是我最后了。哎，第二圈没跑完，难受了。闷声发大财，难受了，我第二圈也没跑完，就是躲避球，躲避球。哇，这种游戏我特别牛逼。我是谁？我不说了，赢着还来不及呢。我很菜。哦，就是物理好才会躲得好，你知道吧？是呢，跟物理有个屁关系了。我觉得你要说物理好的话，踢边，哎呀，我日。哎，我刚想发表一下攻略，我日，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走？你们就是老年人。好牛逼！是老年人，其实玩起来好呀！哇，刚刚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炮是在我面前开爆了，我们就死光了。我的我，我站的比较外侧。哎，我靠，不认识字怎么办？哦，我的天，好麻烦、哎。哪个是我啊？我是这个。我靠！哇，我头晕了。啊什么？我的天！啊，完了，懵了。哦，还得自己按一下呀、对。按空格啊，稳稳的第一名。K 在哪儿？谁能告诉我 K 在哪儿？稳稳的第一名。哎，什么玩意儿？我会告诉你吗？战神。完了，因为我生下来就瞎掉了。马尔斯，哎，这个是我就是战神。哇，老年人的眼睛已经要哭了。又换了。是这样的。又换了。P I C K。啊！哎呦，谁那么快？我才按了一半儿。对我来说挺容易的。是，毕竟你只有7秒。我好稳呐、我总是第二名了。这是躲光，读出好的优点了。这是要躲光吗？我以为要成为舞台上最亮的仔。那你去照射。那你先当。我不。啊，我大概知道了。哦。我们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要猜自己在哪。啊！啊我着火了、被照到就会那群吸血鬼。贝尔什么鬼？被照到就会着火，然后就会数球。是的，我能看一眼自己在哪儿啊？那是我错位置的。谁死了？不知道。对我自己位置的不知道，相当社长死了呀！这又是啥？你要让你车滑下去，你这样一样是漂移的，然后你不能摔下去。我感觉我一开始就要凉了。我的天！哇，这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得好。哎，这个俯视角好难开哦！哎呦呦呦，完了啊！我胆够巧了。啊啊！
我不要做第十名。哎，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的小脑不行了。哎呀，哎呀，哎呀！啊！那四个男人在吼叫。在网吧看这个视频的人会被别人要购买地址。请问，这四个男人的视频在哪儿买？好好吧，我已经放弃了。以非常些微的领先，我把这个扔给年轻人。刚刚我看社长要超过我了，我就按了 W 冲过去了。啊，左右弹球，哦，弹球，又是无人的吉利斯。哎呀，这又是看脸的游戏了，不是看脸，看反应什么的。哦，还不止一个球啊！对对对，我好惨，我操，我差点凉掉了。哎，我漏掉了一个。那这时候如果是谁正好两个球弹到一个人那里，就完蛋了。对，怎么都在往我这弹？啊！哎呦！哇哇哇！好吓人！这个球真对我。对，好吓人，好吓人。哎呦，我操！我被连射俩。哼哼，又被射。很高啊！怎么都没有球来？我在我好寂寞啊！哇，我这怎么球都在我这边？哎，完了，两个一起过来。哇！我天哪，一万个球往我这儿，你们干嘛呢？我刚得了一分。球怎么越来越多了呀？球肯定是越来越多，但是哎，天哪！为什么这样子？我怎么又第一啊？我跟元哥第一，你俩肯定第一。你这个人根本没有球来我这，你知道吗？我觉得。都是互相递炸弹呗。哎呦，走了走了。你玩过的摸猫袋就知道了，就是传递炸弹。哦，这怎么给人啊？不知道啊。那你能不能不要一直追着我一个人啊？哦，我拿到炸弹了。哦，是这样，左键顶了。来了，那我走了。你干嘛呢？你干嘛？哎，有人藏起来了，挺骚的呀。哎，就是没发现。快跑，快跑，快跑！救命！救命！救命！要炸了！快跑！有点倒数。哦，还有啊，还要继续玩。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哦，又是我。对，他躲在那个绿色箱子后面。我知道，你找我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这个炸弹的爆炸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嗯、哎，你别这样，别追我嘛！我是五好青年，他好，我也好青年，赶紧用肾宝。你大爷！你大爷的！他手臂快也没办法，要炸了！难受，还早呢，你完了，我等他要炸了再给你。这好像时间没有变化呀。拜拜！啊！啊，我是零。哎，选的零。社长居然在连击实况中承认自己是零。哦，零分，不能碰到别人的线，是原来这档是零，这是什么呀？没看都可以看出性感。不能碰到别人的线。哎呦，哦，那种啊，哎，哦，它是会自动动的呀，哦、自己的线都不能碰，哎呀，自己的线也不能碰啊。哎，我原地转圈转到你们死，真舒服。啊，这个太蠢了，就啥线都不能碰。那贪吃蛇嘛，对不对？贪吃蛇，对。对哇！哎呀，还有火车，这火车把我吓到了。哎，这关我大惨！啊！哎，我刚刚抽风，我俩刷分，我绕圈不小心绕小了，把自己的路走窄了。哎，我按错键了啊！剪掉，剪掉，剪掉！你过来，你们两个去战斗啊！你下来，你下来，你上来，来战斗啊！你下来。你上来，你上七十秒呢，两位。不是我俩不累，反正。哎嘿，自杀，不仁义。哎呀，终于赢一把，真不容易。作为一只鸡，这一关不好玩。我赢一把都不足以撼动我的分数。这是什么？吃豆人迷宫？对，比谁吃的骨头？这是骨头吗？还是啊、哦，钥匙？钥匙，就这么想。对你来说是骨头了。哎呦。那就被割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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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墙后边人弄死吗？咚咚咚咚咚咚咚，应该不能。他只是不能，但是他会换位置，所以你要好和谐、啊，要点运气的，好和谐、啊，自己捡自己的，都不互相攻击的。哎、钥匙是有数的，但是。哎，谁？闷声发大财。我们这样相互消耗有意义吗？啊？
啊？那么你过来追的我吗？有意义吗？哎呦，哎，好惨啊，没钥匙了，王又是最后，好多钥匙啊，咱找了51个，我好惨啊，被元哥揍了一拳，然后左哥把我揍钥匙拿走了，就社长在那跟我揍，浪费时间，因为你先打的我，好吧？哦，这个是干嘛的？收快递。什么是不能捡的？哦，收快递的，垃圾、垃圾袋不能捡，不能捡，社长，垃圾社长，垃圾弯弯，垃圾社长，这是石头吗？耶、哦，这个石头不能捡。要收礼啊！今年过节不收礼、啊哎。刚是有人想把那个大金金给闪掉。收礼不收礼？对。我眼睛快瞎了，我感觉。是太多人同步了。哎呦喂！就可惜不能捡别人的。哎呦，我捡别人，要是你捡别人就好玩了、啊。怎么这么多？哎呀，这个太亏了，没了。哎呦！这也太快了吧！我只要不捡到石头就已经算万幸了。快好快好快、啊！我要瞎了，你们呢？我已经瞎了，我现在是在盲哎。我瞎半年了。我操！我第四名还行。毕竟我是快瞎了，你是已经瞎了呀、啊。但是有区别的。是啊，这是不是坦克大战吗？坦克大战，吃我一炮啊！啊！啊！谁把我炸了？这是什么东西？但怎么咱都是零分呢？是要看谁先掉到啊？我知道了，那溜了。我知道了，把它炸到水里才赢。百战天车。哎，亚妹！啊！我他妈！我为什么要说出来？结果我现在在坑里啊！呀！啊！再见了！啊！哇，太爽了！战斗结束了，冯冯，因为我卡住了。你在哪啊？在对面。我已经在对面很久了。刚才卡在对面深沟里了。我不过去，我不过去，我跟你讲。啊啊！亚贝，亚梅喽！啊！这就是不像我怎么踩在那边我就赢了。我刚才不说话，因为我发现你们打得很激烈，你知道吧？就大家下意识以为你死了，你知道吗？对，我都以为你死了。对啊，因为你死了。我以为我已经赢了，然后为什么还不结束？滚雪球啊！这个有这个我懂。哇！别炸，冷静冷静。哦，冷静好吗，朋友们？就是滚的大大的。我们合作啊，我们先把那个黄的做下去。凭什么？我分已经最低了，好吧？你最低吗？先撞绿的，绿的分最高。我想起来了，走了，撞那个思源好，再撞那个黄的，黄的第二高。哎呀！快撞他！哎呦，好的，差点快啊！我们一起中黄的啊！哎呀，好，来决战，下啊！弯弯你好，你好菜，太稳了呀！我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什么东西？还变小了，先撞绿的，还有一轮啊！啊，我来，怎么还有自杀的呢？打假赛是吧？哎呦，把那个绿的撞下去啊！啊、小黄出步太稳了，小黄，我明明站在右边了，还是输掉了。有技巧了，这个可以先滚大的，可以把自己体积先滚大。哦，这样子、哦，完了，我下去了。没事，我也下去了。啊，好的，老弟，我就冲锋，你在原地蠕动，才把自己滚大了再出发。嗯呐，他一直是体型最大的那个。是。啊！即使这样，我名次也没追上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要有人会被雷劈。对，然后那个人要去劈人，那前人要跑。哎呦，谁是被劈的？谁是雷电大王？我！哎呦！哇！完了！溜了！这个人有报复心理，我跟你说。想在我们往日的兴奋上，我还陪你玩手游呢。好！你是什么颜色？我放过你。嗯，他是黄的。我是蓝的。弯弯专批自己的朋友、哎，完了，干嘛？哦，他这个可以，他这个其实可以封路的。是我在封啊，但这边跑太快了。他这应该是有 CD 的。我怎么感觉再这样下去，我们几个精锐第一了呢？哎，完了，掉下去了。弯胸，哎呀！社长又藏起来了吗？是。对呀。
我看到这个在左下角，来不及劈他了，这没办法。Q 是蹲嘛啊？一毛，他这个按键的离得也太远了。那哪个是蹦 ？Q 是蹲嘛 ？Q 是蹲，空格是蹦，空格是跳。哎，跳早了。哦，这个要不？哦，蹲也是只是蹲一下，不能一直按住蹲的。是。对。刚玩音游就好了嘛，一开始吃亏，现在已经，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啊，完了，吃下去了。我一开始被连撞了好几下，好快啊！我的天，哇，看不到了，太快了！哎，这个金色跟银色真的看得眼好花、啊。你们两个是音游大师吗？但是我要下去了，下去了社长，我操，这是社长，你有点猛啊！我陪你们，我有大师登场。哇，这个社长也太强了吧！社长牛逼啊，玩这个是的，太牛逼了。后面那个，他被我们逗笑了，把他更强。哎呀，哦，这是真的音游了，还真的是音游，我服了。希望音乐可以很动感，动死大，动死大。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Say no。怎么走那家大妹？怎么走那家家欧拉欧拉？不要逗我笑好吧？这也是战术。怎么走的 ？Cos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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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的魔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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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我要唱歌了，跟你们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哦，没跳好，这个人物动作也会变的。哎，是，我他妈劲舞团188速啊，全连的人，怕这个？我不一样，我买了大翅膀。那你牛逼，还没完，快了，剩几秒。哎，哎，又惨了。哎，我菜啊。哇！那么最后的成绩，我他妈居然是第四！文文怎么第一？谁在掉池子里了？我看文文怎么在池子里？嗯？你看我没进去啊！哎呀，我就在外面啊！我自己啊，那就是弯弯还是卡了，然后我自己跳到池子，我以弯弯站在池子里面，我以为池子里是可以站的，我卡了吧？然后我就自杀了，弯弯卡了，弯弯。在池子里再当一个旁观，哎，弯弯，我跟你讲，你都在池子里死掉了，我刚刚看他们还在往池子里扔你，哎、这就是落井下石，这个网卡的，哎，心本自己。但是这样弯弯不是稳赢了，那弯弯要赢了呀？对啊，弯弯赢了，还真的是，我本来应该是我，弯弯卡了个无敌 bug， 就刚才那回他赢是不是也是因为卡了？哦，不对，结束了，结束了。哎然后石原，你给我截一张总排名。弯弯是第一名是吧？他都没有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没有人空气得了第一名。然后抽风被关在了鸡笼里。对，因为我卡了，我成为了第一名。那证明我是最独特的人好吗？我进不去，然后我第一，最后一关掉了。回头给你截图好吗？真的牛逼，第一是空的，是属于你的啊！因为第一名弃赛了，所以我们名次顺延啊！我是第三名。我在做弃赛，我是第一卡了好吗？我什么都没干，我就第一了。啊，然后第一是第四，不敢对啊！反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是的啊，下期真的很好玩，真的好玩。原来是拥抱和平。嗯，拜拜，拜拜。